常漂亮的小姐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哦，来了。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闺蜜，特别喜欢你，她知道我要和你录综艺，你可以给我一个签名照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啊，那好了啊 OK 好漂亮呀。 你以为我是你吗？没有，我知道你说的、我说这个景色好美啊。在说我吗？一定是说你了。